清公公这里高丽大学正门50米都不到的新房的，进去左边有一些柜，正面有一个水池，炒饭的地方，然后床马上配你的，就是朝南跟朝西的房子，两边有大仓库，房子通风非常好，微波炉马上配你的，房子很大，新房，第一次入住，房子很大，真的很大，就看一下。床马上配的真的很漂亮，进来的大门也是这样，门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去卫生间，卫生间是这样的，门这样进去，嘛卫生间在这里，卫生间里面有小窗口，也有小窗口的，这个房子挺好。我说金公公，你们快过来搞定。